惠俾啲參賽者啊！大家嚟積極參與咧，首先我覺得係一個參賽者裏面咧，即係以一個學習者嘅身份咧，我覺得已經係非常之好嘅一個舉動啦，同埋呢個好贊成大家多啲出嚟參加比賽。咁你通過參加比賽嘅呢一個過程裏面咧，會建立到有好多嘅聯繫啦，譬如同老師嘅一個更合切嘅聯繫啦，同歌曲嘅啲聯繫啊，同埋會更加深究一啲細節上嘅嘢，所以我都會好建議當學識樂嘅同學仔咧，可以多啲出嚟參加比賽咯。咁亦都係自己階段性嘅一個小小嘅總結咧，會聽一聽其他領域裏面嘅老師啊，或者係一啲專家會俾自己嘅一個建議或者係意見咧，其實咧對自己每一步喺呢一個學習聲樂嘅路上咧，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張老師啊，咁咧其實香港咧而家咧依個疫情底下咧，你覺得而家咁樣樣嘅模式咧，你有咩感想咧？我會覺得而家個 internet 咁好發達啦，咁好多時我哋都係可以 online 去工作，就包括喺聲音上嘅嘢咧，就更加多可以係 online 去做。其實選手嘅 video 入面嘅一啲 flowing 啊，或者係佢哋自己嘅一啲表情啊，各樣嘅細節咧，都係可以通過互聯網去傳播，咁會更加多聯繫到世界各地唔同嘅，譬如似老師啊，或者係一啲專家咁樣樣。係啊，係啊。幫助咧，會可能係比線下嘅嗰個幫助咧要更多。亦都可以組織大師班添。係啊，冇錯啊，因為其實呢個就冇地域同埋時間嘅限制咯，大家嘅學習會變得更加好，同埋即係個效率會更高咯。而且好容易開闊到眼界啦，可以見識到其他嘅嚟自唔同地方嘅選手啊，咁樣樣咯。係啦，非常之唔錯。好啊，今日好多謝張老師。